场啊，快看看，出场了，哈哈哈哈，挺精神吧？精神精神，就头型现在不咋好。对，头型得去换换。那长长了还咋的了哈？行，留长一点，留点长一点，到时候整头型整个酷一点。这鞋也挺好看的。准新郎官。半扣。对，把扣系上。把扣系上，看能系上。这个扣不用系吧？这个。那系不上哈。应该得系上。这扣用系吗？系一个。系一个。嗯，那领带在里面，在外面是在。在外面有点搞笑，这样吧，对，系一个扣就行。把那个扣都系不上，应该系底下那个，应该系底下，是吗？应该系底下扣，系底下。您正常都系上面的。都不系好像是，那天没系。不用系，关键是你要系了吧？那天在青岛时候买的，还行，这领带也好看哈，亮。唐宇给我挑的。他自己也喜欢，都帅哈，这样的。你别自夸呗，又自夸。走两步是吧？走两步，没事，走两步。哎妈，别上拐了。别走了。又顺拐。从走行。上拐走一个。顺拐。啊，上拐。这样吧。当天要这么走道，你去接我，这门不能给开哦，你要好好走。不是，那正步，正步，这样还有点。那赶上当兵了，当兵的怎么走？这样的。对。哈哈哈哈哈！是拐的呀。哈哈哈哈哈！管上边不管下边。一、二。对，这有点像。是吧？没感觉。你要这么来接我，有点害怕。慌什么？别慌。还被慌。行了，干活了。穿够了。这三位女将要亲自组装。慢点，慢点。我的鞋踩着套了。撞来，这头。坐在这边吗？对。啊，哪边？靠墙那边。靠这边。当床头柜儿。可以当床头柜儿。啊，然后再安个桌子。挺好啊。这小柱。茶柱给挡上来。正好给挡上来。嗯。那镜子别整掉下去了，这样。它固定上的吧？掉下去。那样放这儿就行。我知道，我试验掉不掉下去。掉这地砖。小凳子一来了。买的挺正好这么宽，对，就是有点稍微挡窗帘了，好像。哦，对，哎，不对，刚才为啥挡窗帘？可以再往里收一收，这个就不往里放了。这个不往里放了。哇，这个可以自动调的呗？对，随便伸缩。这儿。这个就放这儿。对，这儿。坐那儿感受一下。坐一下吧。嘿嘿。高矮正好，还挺清楚。是吧？嗯。舒服了哈。还没电视呢，美美的了。看这能装挺多东西，嗯，就是有点晃。我给你调一下，那个一会儿调一下就行。这个转啊，哎，这抽屉质量都挺好哈。嗯。这花多少钱？花了500多。包运费。啊，全包。就是不包安装呗。对。就那个自己就安了。那小布挺好，挺实用。那这脚垫也安好了。挺好，挺漂亮，脚垫显的，是吧？啊，跟这柜门颜色都配。啊，我的眼光。没有你选的化妆镜好看。你看我的脚，看我的脚垫也好看。嗯。关键是你俩都不喝酒。不喝酒，愿意放着摆着。好看。那是饮料。就为了好看。已经摆了两瓶了。放饮料，能喝饮料。对，俺俩都能喝。撕膜。接是吗？对，接下来吧。让我看哈。好看。这个挺大呀，这块。啊，特意后来又买个大的嘛。哦，这样周起来了。它周起来就不好看。大这么多。平时也不周啊，它就在那放着呢。嗯、这个画就是餐桌上面摆着的。感觉好像还是稍微小一点，要再大一点会更好吧、啊。